心情非常紧张，然后我就快吐出来了。对，然后今天的造型，跟以往比较不一样的风格，就是穿的比较有气势跟性感的一些，那今天的幸运小物就是我身上的珠宝宝格丽，谢谢大家。有？我今天的心情是，其实很平安，很平安，因为我跟雪芙也是第一次来到金钟奖，其实我觉得能够入围已经很开心了。没错。嗨，谢谢大家，你们好。好紧张哦，看到这么多人，但非常开心。没有。要说有，要说有吗？要说有，有。